住了，原来他也是在我们中华民国药品的林助理。群组的好朋友大家好，我今天一大早就起来了，因为我心里想我是从新泽西回来的预备机回来投票的，然后一直没有回去，我心里想我不能天天待在家里生气，光生气也没有用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出来做一点什么。因为自从韩国瑜下台之后，被罢免之后，我心情到现在还没有恢复。高雄我是不去了，不想在高雄消费一毛钱，所以这次我看到群组里说号召大家出来，我这个老太太赶紧爬起来出来，我7:10就到了，司机把我丢在路边，我就到处乱找，想往人群多一点地方去。因为我在镇江街口的时候还蛮失望的，我看到人群太少了，后来我想我大概走错地方了，我刚好碰到了曹姐，我很高兴。虽然我不适合接受曹姐的访问，我还是勇敢地站出来了。